吃便当。没有，我们今天要来体验一日啊什么产物组？什么产物人员？那你知道产物人员要干嘛吗？应该就是看妹子。哎，别乱说。没有吗？没有没有，有很多很专业的事情是我们今天要体验的。对，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中华职棒联盟产物组的队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。那今天是两位女孩要体验一日的产物生活，对对对，一日而已，先一日就好。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其实，在赛前的时候啊，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。那等一下会带大家体验说，我们可能一场比赛赛前、赛中、赛后会做一些什么事情。那我想要问敦怡啊，就是你刚开始是怎么接触产物这个工作？因为这个工作真的蛮特别的。我一开始也是像球迷团员们，你们可能看到一般的工读生一样。我一开始以前也是当个工读生，那最后做了一年变工头，我当工头就是管理工读生的职位。那到去年我进正职，所以在这个圈子接触产物这生活应该算是有到五年的时间了啦。做到现在出社会，现在24。哎呀，一下开放真有。有男朋友吗？啊？有男朋友吗？有有有。啊，有那不开放真有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刚才想说没有。你们一天就是整个产物工作要花多少时间去准备？对，多少时间准备的话，应该是说。我们一场比赛可能6:30打比赛，我们大概1点就会到球场。对，那可能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啊，可能也是打完比赛过个1.5个小时，甚至2个小时，我们才会离开球场。那如果我们打到过夜，你们是过夜后的1.5个小时？对啊，也是一样。对啊，因为辛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打完比赛之后，我们也是要把球场恢复到原本的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比赛一定会导致一些坑坑洞洞嘛，对，对。那我们会把球场全部恢复到原本的样子，我们才会离开。那我们会就是你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会用到什么工具？怎么天堂路？这刚女孩她们蛮好奇的，对，她们应该平常不会注意到。是踩脚的吗？对，啊、没有错。哎呀，就是你们以后注意看电视转播，对，投手球的后面一定会有这块板子，因为投手球是由粘土跟陶瓷土构成的，那粘土的部分可能粘在球员的脚上，投手的脚上，会让鞋子充满的粘土，那他们必须要靠这个叫做鸡爪钉，可以对，可以让靠鸡爪钉，然后把脚上的粘土对把它磨掉，那要怎么用？像这样刮吗？对，就这样子，稍微用脚掌刮，对，刮一刮，它的粘土就慢慢掉下来。哦，了解，对对对。那接下来介绍是。画线的，就是你们来球场的时候，对，球员要比赛的时候，他们13会有垒线，对，那垒线我们也不可能说目视这样子过去就可以把它画得很精准，不可能，对，那我们一定要需要这个线头，那这个线就必须要从本垒拉到三垒，或者是一垒，两边的垒线都要把它补齐，我们就是需要靠这个线来画线。下一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你们在球场应该有常看到，哦，我看过，就是推过去，推过去就会有线跑出来的东西，对。这里面就是装石灰，其实这个蛮困难的，不要去。就经过那个线上面，对，没有线的边边，所以一整条都要对很准，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真的不太会画画，大家可以体验看看。我们知道，画画先交给菲菲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就是球员在上面打的时候，下一棒会有一个圆圈圈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有。下一棒在旁边那个圆圈圈，对，那这圆圈圈的部分就是用这个来画。那知道怎么画？就是把它钉在正中央，然后这样子拉，对，这样绕一圈，就是很像圆规。对，下一个。就是这个一定知道就知道，垒包其实是很重，而且很扎实。对啊，这个垒包好重哦。它下面的构造是这样子，它会把它立在下面。下一个，这个好像我们比较常，这个你们不会比较常见到，这个是很常看到大家使用。对对对对，撸来撸去。这是铁耙，它的使用就是说，像是球员他们可能会挖洞，打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这样挖洞嘛，或者是他们在踩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穿钉鞋，可能会让。土不平，对对，会不平。这个好像那个猪八戒的那个，然后那个刀叉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刘海，对啊。那我们就介绍下一个毛刷，这把也很重哦，很重哦，好重哦。对，那你们要多吃饭哎，这个有点太有，他们大家球童都很壮，都还蛮壮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太瘦。那这会有女生来做吗？我也是有遇过。女生来做的，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也不会分男生女生，都可以。你只要有热情，有吃苦耐劳，肯吃苦耐劳，不怕辛苦的女性朋友们，也欢迎你们来做这个工作。还有一个东西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最重要的。哦，来，来拍张照。那这些
框啊，它的那个角度啊，或者是公分数都是量好的，这个都要描好，然后再画线上去。希望说这个场地是漂亮的下去比赛、嗯，对对，刚上去的时候球员是感到舒适的，打球是舒适的，大家看的是开心的。那等一下是蹲椅带我们一起体验吗？等一下我会带你们体验，那还会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，他是乐天球人的产物阿文。哇，阿文！带着我们一起体验一日的产物。好，Go！ 我们现在在外野区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画外野的线。没错，这个线怎么画呢？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。草皮上面是用水泥漆漆上去的，那外野红土区的话没办法漆水泥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画这条线，用画对到全垒打墙黄色的线那边，就再把这个线补起来。我来，我们是今天那个铁锤，我拿铁锤。好，你们可以支持女孩。对，请支持我们。今天他就是你们的人了。好。好，这样子吗？对。违和的画面了。啊，被手碰到。线外是不是？然后钉起来，哎、欸，对，线外这样走，哎、欸，整个钉下去，你要小心你的手，不用完全钉下去啊，就钉个几下就好了。哎呦，不哎呦，可以哦。记得瞄准以后，先量一下，瞄准，然后就是一定要贴到我自己的身边，看瞄准 ，OK， 就是开始敲。哦，哇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的弧度跟他有好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敲的时候又一定要正着下敲，不然有点歪，它会歪出去。有，感觉是正的，有啊，牢固了。那这样可以吗？不错啊，不错啊。耶，我们有多工作。骂学弟，真的吗？你怎么乱讲？他们拍在后面，学弟是不是真的？所以换我，需要三个人。就是对完以后也不能先画，你一定要看他那边有没有成一直线，有没有刚好贴直的黄色线。他调整好以后，弹一下，弹一下才会直。哦，这边他有两个线，两个。如果要对这边画，就对这个黑色线。这里有，黑色的线要对在这个线上。对，那就可以开始走。可以耶。好了，可以啦，这这么简单。我们不敢拿神圣的球场轻易的开玩笑，好吗？可以。跟我的身体跟腿一样笔直，还有弯的，等一下，怎么的？哦，好像还可以，可以吗？不过以第一次来讲的话，画得非常好。耶！我们继续下一个。缺点跟他们身份没关系啊。好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OK 啊，他们这样其实都真的不错。是没关系的。学弟画弯，你们会怎么讲？你来几次啊？蛮久了，很久啊！怎么画线？你画零很多次，怎么给我画歪？你眼睛歪掉是不是？是，所以我戴、我戴隐形眼镜。戴啊，戴隐形眼镜怪我啊？是我叫你近视的、啊？不是，对嘛？传话。好，等下做。好严肃哦，好严格、哦，这么凶、哦。学长，对不起，歪了，是故意的。好啦，幸好他们对我们没有太严格，谢谢学长。好，我们也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，应该没有吧？还可以补救的那一种。好，我们就继续下一关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选手们已经开始要练习，怎么样练习了？对，打击练习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下网子。对，请问是这个吗？哦，这个学长是这个吗？学长要怎么掰？我们这有轮子，我们练。我们投手球的前面，这里吗？我们下一个是摆那个地网。地网，对，这个叫地网。听说这是要用来保护草皮的。哦，它是一个圆柱形的。他们好忙哦。所以等一下你们谁会先上去送？他感觉已经 set 好了。